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又把我的荷兰猪放出来，给它放在那个塑料圈里面呢。刚刚从那个田地里面回来呢，割了一筐那个玉米苗子呢。我家种了很多玉米呢，现在正值夏季呢，这个玉米长得也特别快呢。看这个荷兰猪特别喜欢吃这个青草、玉米叶子。现在夏天，荷兰猪的食物非常丰盛啊。其实给他们喂青草或者玉米叶子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不喝水的呢。不像这个冬天喂那个干草的时候呢，干的食物的时候，那个必须要给他们喂一点水。看这两只小小可爱。吃得非常欢实。荷兰猪其实挺好养的呢。夏天嘛，像农村的话，这个青草啊、青菜啊，比较多呢，随便弄一点，他们吃个几天都没问题呢。冬天的话，要储存那个干的食物呢。荷兰猪，你像它这个粪便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味道的。不像那个兔子呢，我前段时间养了两只兔子在楼上跟荷兰猪放在一起呢，那个兔子那个粪便味道太重了呢，所以说现在兔子不养了。荷兰猪吃东西的时候最可爱，它们白天吃的其实不是太多，晚上吃的特别多呢。